哥，这不算的。输了的话就是给咱们家大哥请安，怎么样？十个大哥请安。你们家有个人来说不打双尾啊，那我回去了。十个那个。输了干嘛？十个大哥请安。给十个大哥请安，就前榜十请安。对。没问题，然后要鞠躬。对，要鞠躬，然后要不同的那种感觉，这懂的吧？不同造型和不同感觉，懂吧 ？OK， 可以。OK， 好，那我们闭麦了。好 ，OK。家人们，这一局不要输了。再说我真的要伤心了。再说我真的要伤心了。那我开心一下行吗？帮我榜十中吧，帮我榜十。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叫令出怪。咱们能把榜先站起，他们家不一定能站十个榜。我们跟你说，咱们就说先把榜先站起，咱们先把榜站起。我们有热气球，咱们站热气球；有宝石，咱们站宝石。我们被总票打压的还少吗？不少，所以被打多了，咱们就习惯了。咱们打多就习惯了。来，我们谢谢唐公子，给唐公子热气球，谢谢唐公子。宝石差九个，宝石差九个，宝石差九个。谢谢三四哥，感谢三四哥热气球，谢谢三四哥。宝石差八个，宝石差八个，宝石差八个，咱们宝石差八个，来公屏扣一波宝石差八。咱们家铁铁们在吗？宝石差八，宝石差八。榜十差八，兄弟们，家们，咱们榜十差八，榜十差八位，榜十差八位，榜十差八位。来点赞的家们不要停，点赞家们不要停，我榜十差八位，有热气球咱们上热气球，咱们先拿热气球先占榜，先拿热气球占榜。感谢我们东坡的 love 灯牌，谢我们东坡的 love 灯牌，欢迎副堂主。我们榜十差七位，榜十差七位，副堂主可以帮忙占个榜吗？副堂主可以帮忙占个榜吗？副堂主，我们现在还差七位，我们榜十差七位。谢谢我们东坡的一直陪伴，感谢咱们家东坡，谢谢我们家东坡。榜十差七位，榜十差七位。欢迎君君，欢迎君君。榜十差七，咱们家榜十差七。谢谢欧莱雅，感谢亚总的热气球，榜十差六。感谢亚总的支持，谢亚总。榜十差六。榜十差六，欢迎东友哥，东友哥可以帮忙占一个榜十吗？东友哥。欢迎战斗长生天。我们榜十差六位，榜十差六位。榜十差六位，榜十差六位，榜十差六位，咱们家榜十差六位，欢迎 HRD， 欢迎 HRD， 欢迎新道哥，欢迎新道哥，咱们有没有路过大哥可以搭把手？咱们榜十差六位，咱们榜十差六位，现在你们不要看他们总票那么多，他们就占了两个榜，他们就只占了两个榜，他们只占了两个榜。榜一和榜二都是六千分，榜一和榜二只占了六千分，所以说咱们不要担心，我们家还差六个榜，咱们家差六个榜，不要光看总票，家们。我们现在还差六个，他在啊？你怎么知道？他在群里，我好像都没叫过，你们帮我叫一下吧，你们帮我也叫一下吧，反正叫了他们不一定要来。没
会叫人，你们帮我叫一下吧，你们帮我叫一下吧，你们帮我叫一下吧，我们还差六个。谢谢天天，感谢天天的热气球，谢谢天天。我们榜十差五位，榜十差五位。榜十差五位，榜十差五位，榜十差五位。也不当回事，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HRD 哥，对面差四个了。对面全是飞机战榜，哎。家人们，咱们能不能撸一撸啊？来，所有咱们还没有站榜的，咱们赶紧站榜；没有站榜，咱们赶紧站榜；没有站榜，咱们赶紧站榜。咱们对面看对面是飞机站榜，对面是飞机站榜。榜十差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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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榜五三千，对面榜五三千，欢迎大雅哥，大雅哥能帮忙占一个飞机榜吗？大雅哥。大哥可以帮忙占个榜十吗？大眼哥可以帮忙占个榜十吗？他们榜五都是飞机，他们家现在全是飞机，他们家现在全是飞机。我们家还差四位，我们还有六分钟时间，还差四位。还差四位了。什么榜？开玩笑，榜五、榜十、总榜、榜十。可以拿一个飞机吗，大雅哥？他们对面的榜六是飞机，对面的榜六是飞机。我们现在还差四位，我们家现在还差四位。义宁哥在不在？呼叫！咱们家谁现在谁还在？呼叫一下！大家先把榜先站起，咱们先把榜站起。飞机你害死我，我咋知道啊？到这儿了，HRD 哥可以帮忙吗？他们家现在卡在榜六没动。感谢我们大雅哥，感谢个大雅哥，谢谢大雅哥，感谢大雅哥。我
们家现在还差三位，我们家现在还差三位，我们家现在还差三位。他们现在还卡在，他们家现在卡在榜六没动。他们家榜六是3000，榜七是965，榜八是366，榜九是198，榜十是110。我们现有加成，咱们家现有加成，现有加成，我们过先过加成，咱们先过加成，这一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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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成。感谢咱们家小猪，谢谢咱们家小猪的宝石剑，宝石差两位，咱们过下加成，还差一辆宝石剑，差一辆宝石剑。感谢咱们家踹妹妹，谢谢我们妹妹。谢谢我们家唐公子，感谢咱们家唐公子。咱们榜十还差最后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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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榜十还差最后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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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榜十还差最后一位，对面现在榜七1064，对面榜七1064，对面榜七1064，恭喜咱们家东坡升级，东坡回去给你庆祝，东坡，恭喜咱们家东坡升16，东坡我们等会儿回去给你庆祝，感谢一宁哥的飞机，谢谢一宁哥，咱们5秒钟之后全体一起，能补飞机的咱们全部一起补飞机，能补飞机的全部一起补飞机，能补飞机咱们全部补飞机，咱们现在加成了，现在加成了，现在加成了。东坡，咱们回去庆祝，回去庆祝，谢谢咱们亚总，感谢亚总，全部上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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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打到加成上面，打到加成上面，打到加成上面。全部上飞机打架上面，全部上飞机打架上面，全部上飞机打架上面。对面的榜五，对面的榜五应该是朝着4000-5000上面上去的。咱们家现在东坡还能补吗？用户三四哥能补吗？用户三四哥，用户三四哥能补吗？用户三四哥，你在你在。谢谢三四哥，感谢三四哥。秒，最后五十秒，对面的榜十，对面的榜十110，对面的榜十110，对面的榜五3000，对面的榜五4800，对面的榜五4800，咱们的榜五看能不能补到6000，咱们榜五能不能补到6000，榜五看能不能补到6000，榜十咱们守住，榜十咱们能守住，还有30秒时间，榜五看能不能补到6000，咱们榜五能不能补到6000。小猪和亚总还能补吗？亚总能补吗？小猪能补吗？还有20秒时间，小猪是第四个，亚总是第五名。还有10秒，还有10秒，榜五咱们补到6分以上，六分以上，榜五补到6分以上，榜五补到6分以上，榜五补到6分以上。榜十拿下，榜五拿下，总榜拿下。家人们，咱们全拿下，咱们全拿下，全部拿下。
辛苦了辛苦了，感谢咱们家一猫，谢我们家一猫，谢我们家一宁哥，感谢我们一宁哥，谢我们广哥，谢我们唐公子，谢亚总，谢谢小猪，谢谢蛋雅哥，谢谢踹，谢谢用户三四哥，谢谢东坡，谢谢咱们上榜了再没有感谢到的三四哥，还有我们天天，还有几位哥哥，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Hello， 来了来了，感谢你们自己，快点谢谢你们自己。家人们，把他们勾勾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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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一下。来了来了，你有歌曲吗？你放，好，那我给你放一个故宫的歌曲，就是，好，稍等一下。你咋不放那个噔噔噔？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给一毛请安，偷偷给一毛请安，偷偷给一厘请安。听得到我说话吗？应该听得到吧？听到，听到，听到。耶，榜单不在了，你要喊一个歌啊，你要记得喊个歌，喊一个歌，还要喊歌呀、哦、嗯，比如说一宁哥、大广哥、唐门哥哥，偷偷给大广哥请安，偷偷给唐门哥请安。欧莱雅，偷偷给欧莱雅请安，偷偷给小小猪请安。不会了，没动作呀。偷偷给那个小，你可以拿茶，你可以拿茶，你可以、啊、你可以拿杯茶呀，拿杯水呀，就是那种、就是、喝完了 也是一个对对对。OK， 这个踹我记得他，偷偷给踹请安。还有就是，还有用户三四哥，偷偷给用户三四哥请安。还有东坡，偷偷给东坡哥请安。干了哥哥。哎，我跟你说，我一直以为你应该请安。没了。我一直以为你应该请安比较那种不一样的。我发现你就是一个风火轮，请安，又风火轮过来，又风火轮过去，想要烧的那种。对，我以为你是那种哥哥。我以为你会喊的特别甜的那种。好呢，哥哥，我直播间的人都会把我取关的。真的吗？是请安的事儿了。那我们就走了，托托。小小猪又来嘲讽我了，大郎该喝药了。拜拜拜拜拜拜，洗白洗白。我的妈呀，我们赢了，我好想哭、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夏目外野就像是爱的冒险。喜极而泣啊，我这是。就是你们知道吗，刚刚是被打的在地狱，然后现在一下子到了天堂。我有点没缓过来，我有点没缓过来。没事的，一宁哥，没事的，一宁哥。
这样子，家人们，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家广哥，然后欧莱雅哥，我们的猪猪，我们的珊珊，我们的一毛，我们的三四哥，我们的天天，我们的唐公子，我们的蛋雅哥，你们都不要走好不好？咱们家有一个小哥哥升级了，我们能不能一起庆祝一下？咱们就是说，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家庭嘛，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好不好？大家就是都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行不行，家人们？就是大家一起帮忙，就是说感受一下这种温度，开会呀。就是咱们家东坡升级了，大广哥。我们一起，其实东坡老早就该升级了，然后呢是因为我说让他先不要，因为开始是永夜哥升级嘛，其实永夜哥升级的那会儿他其实就可以升级了，然后我一直让他就稍微岔开一点，然后呢他一直憋到现在才升级，所以说咱们也希望咱们家的大哥们，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升级仪式好不好？就是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新来的哥哥们，然后呢我们也见证一下，然后也有咱们家的元老哥哥们，然后我们也一起见证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家铁粉们，我们家管理宝宝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这个仪式，好不好？开始感觉赢不了，我一开始觉得赢不了，我开始都要心急动了。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我开始也以为我赢不了，真的，我看他们家全是飞机战榜，我妈呀，我都觉得我天哪，我又没有希望了，又要被别人打了，我那个一下子心都不好了。知道了，东坡，我知道。来，我们一起庆祝，咱们梨花筒准备走起，咱们跟着仪式。家们，我们一起恭喜恭喜，好日子！恭喜恭喜，咱们东坡升16级啦！恭喜东坡，恭喜东坡，恭喜东坡！谢谢东坡陪伴这么久。放个烟花的，咱们一起放个烟花，一起庆祝庆祝。好，咱们就顺着咱们的流程来啊，家们，咱们顺着流程来。稍等一下，宝子们，咱们稍等一下，咱们顺着流程来。好，咱们接下来呢，我们给东哥安排了一支他专属的一支舞蹈，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支舞蹈。相比之下最喜欢的舞蹈，那么咱们大哥们宝宝们，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来观赏一下这支舞蹈。这支舞蹈叫做整探，送给咱们家升级的东坡，大家一起掌声。首水调歌头，那明月何时能有，我站在梧桐树下期待你回眸，若今生牵你的手，又哪怕岁月悠悠，只盼期待你回眸，若今生牵你的手，又哪怕岁月悠悠，只
只盼那清风依旧与你长相守，散不去半生温柔，这秋风吹去离愁，只感叹浮生若梦，无人在身后。抬头看梨花翩翩，是谁在独自承受，自奈何蓦然回首，你皱起眉头，怎叹那山有不息，那木有枝，星月尽，夕阳君不知，可是前世与你错过太多事，怎叹那秋有月兮，那月有时，也不及与你相守时，梦里与你山水再相识。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已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温暖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有大大的依靠，把复杂的生活过简单，因为有你相伴，我多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到永远。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有幸命运安排，要和你一起看花海。有幸这份对白，岔路漫漫不曾更，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好，咱们那支舞蹈也送给咱们家东坡了，谢谢咱们家东坡，谢谢咱们家东坡送出来的宇宙之心，感谢我们家东坡。有幸与你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东坡，好像我一直都没有叫过大家东坡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好像东坡喊着喊着就顺口了，就觉得就是比较亲切，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东坡。东坡呢，是我们东坡哥呢，是我们2022年，也就是在我们最好的那个时候他出现的，最好的时候，西西在2022年12月份、1月份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相当于那个时候应该是东坡随机就刷到西西的，因为那个时候流量比较大嘛，那看我的人应该也比较多，所以说呢，东坡那个时候，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做古装最火热的时候，也是我们做相机单反最火热的时候，每天西西在妆造上面花很多很多功夫，很多时间和功夫，每天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每天换背景啥的。然后呢，东坡呢也刚好是那个时候喜欢上了我们这种古风，然后呢，可能是精准推送，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家东坡呀，他也是摩羯座。其实我们跟摩羯座真的很有缘，就我直播间跟摩羯座真的很缘，就是好像好多大哥都是摩羯座，然后我就是处女座，可能也是一份莫名的一份缘分吧。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我的古装和我的古典舞。其实东坡在前段时间永夜歌升级的时候，他就升级了。他就告诉我，他说西西，你什么时候做古装的时候我升级，他说你告诉我我就升。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是永夜歌提前说好了嘛，然后我又不想在清明节前后，然后我就说东坡你忍着点。所以说东坡最近就特别忍，他也不敢升级。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东坡你就10号升吧，十号正好是2023年的第一百天，就是2023年算下来的第一百天，就是今天10号，我说刚好咱们就圆圆满满嘛，咱们就10号升，所以说东坡就选择今天升级，今天我也正好是古风的造型，因为由于西西最近就是可能，助理也不在，然后呢，造型师也没有那啥，所以说做不了特别特别大的造型。那我觉得也跟我们东坡他有集齐我在直播间的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风格的古装，所以说我在当中选择了，这是他集齐的，就是他集齐他就西西最早之前集齐的，就办了一些造型，这是他集齐的第一张照片。你看那些，这是以前的西西，你们看到没有？这是以前的西西。好，这是第一张，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二张，稍等一下啊，还有第二张，第二张的造型呢，就跟我现在的衣服和那个比较像一些，这也是我之前的造型。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今天刚好也是穿的这身的造型，因为正好符合他喜欢的嘛，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东坡就是这么为西西停留下来的。所以说呢，东坡他其实看到了西西的好，他参与了西西的好，也参与了西西的不好。他从我们最开始很好的时候到现在不好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开，就是不离不弃，所以说很感谢。其实小阿西我也喜欢妈呀，咱们在这么煽情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小阿西了嘛。好，我们正题。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要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陪伴你的人，逗你笑的人，花时间陪你的人，是这些人呢组成在你生命中的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呢使你远离阴霾，使你成为最善良的人。东坡哥呢，他在我们低谷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开，就天天都来直播间，就是说也经历了我很多就是起起伏伏，他也会给我很多意见和那个鼓励，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存在。
嗯，我还记得之前参加了一次比赛，不知道是华彩比赛，就是传承的比赛，然后呢可能因为评委的一些打分吧，就是不是特别的好啊，好像是怎么样，是不知道是哪一场比赛我忘记了，反正我记得他就给我说，他说他还打抱不平，他说他觉得评委就评委没有特别的到位，他就觉得西西是最棒的，然后呢还给我鼓励。人的一生呢有30000多天，很开心呢我们能够在2022年最好的时候相遇。生命呢本身就是小概率的事情，在时间的荒野和空间的无限排练当中呢，几亿个可能都有可能出现，感谢我们在这个几亿中的可能性当中相遇，并且没有离开，并且一起支持着西西，感谢你的不远千里，感谢你的到来，谢谢你的陪伴，感谢你。这个16集呢，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结束，其实我觉得不是结束，真的，我觉得每一次升级的哥哥们，他们升级了之后，他们都觉得这是个结束，或者是升到16级了之后，啊不来了呀，或者升16级之后呀，就来的很少了呀。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想，16级呢，只是代表着什么呢？你们对西西的认可，和第一个阶段的一个认可，和一个第一个阶段的成长。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日子，好多好多的咱们的时光，对不对？就是我们经历了第一个，说明我们打败了很多很多主播和粉丝，因为16级它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到的，16级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就像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考验我们俩，就是我们我和你们之间的感情，他能不能经受住第一重考验，相当于他有几重考验，我们经历了第一重考验，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第二重考验，第三重考验，第四重考验，所以说这16集它不算是一个结束，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只是我们起步了，我们一起出发了，是不是家们，你们说是不是，是的吧。好，那么这是我想对东坡说的话，也是想对大家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坡。那么东坡，你这个时候有时间上麦吗？东坡，你现在有空上麦吗？东坡，东坡，你有时间上麦吗？可以吗？不用，上来了。哎，你说一句话呢，我们好像还没听过你说话呢。阿西你好。呀，我感觉你的声音，你再说两句。你再说两句我听一下，我感觉你声音有点跟书有点像啊。他在说话。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阿西是一种神奇的缘分。这一年来，感谢阿西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的美好，祝愿阿西越来越好，一路长虹，也希望喜欢阿西的921的家人们能够一起陪伴阿西前行，谢谢。东坡，你这是专门为我写的吗？是吗？随意发挥的。随意发挥的。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声音跟红云一模有点像啊？有一点，是吧？对。我操，突然听到就好亲切。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听过，是不是咱们都没有听过？东坡写了一下，刚才在找稿子，他们说你在找稿子。你没有在找稿子吧？是不是啊？没有。哎，你能再说一说咱们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你之前是怎么刷到我的？是平台推的呀。推了之后呢，然后呢，你观察我多久了？你是一来你就加了粉丝灯牌，还是平台就是给你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你再观看了我一段时间你再加的灯牌？看了有十来天。有十来天你再加的灯牌吗？对。哦，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说的是什么吗？记不得了。这是个灵魂考验。强强也是摩羯座，我们直播间好多摩羯座呢。记不到了吗？记不到了。到时候分你一半。哎，东坡，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个女生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就是穿着古装在那里起舞，像仙女一样。然后就没啦。对啊，我来的时候已经小阿西不跳了。意思就是说，那我问你啊，小阿西和阿西，你最喜欢谁？成年人不做选择。看来小阿西还更胜一筹呢。哎，你知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真的好多摩羯座，真的好多摩羯座。我知道。就是感觉我好像冥冥之中。就特别得摩羯座的喜欢，是吧，佳娜？三十六，好，接下来呢，我也要开始让你感受一下当主播的感受，好不好？你想要感受吗？你做好准备了啊！你现在呢，你就是一个主播。然后呢，我就是一个随机刷到你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爱慕你的粉丝啊！你现在就做好这个准备哈。好了，你现在不要说话了，接下来呢是我开始说话了，你就静静的在这里坐好就行了啊。我们放一首歌曲。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万众瞩目的感觉。首先呢，是188颗小星星，我用真心希望你一路发，顺顺利利。再送你一个万里挑一，因为你也是我万里挑一的好粉丝。谢谢你。谢谢你爱的守护，真的爱你。我想坐旅行车车带你去旅游。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然后呢到那个土耳其坐好看的呢那一个。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热气球排着队拿着爱。到晚霞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场浪漫的烟花秀。感受晚霞呢和浪漫的碰撞，然后啊，我们再看呀看呀看呀，看到了早上了。那我们早上的时候是不是就要一起看日出了呢？我们就一起日出相伴。这是代表新的开始。最后呢，希望我们东坡哥前程似锦，花开花开浪漫，岁月漫长也能心怀热爱。愿你永远都是眼里含着星辰大海的少年，不忘初心，勇往直前。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
等一下啊，还没有完呢。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好，我们一起放一个礼花筒来庆祝庆祝，谢谢你让我成为你最忠实的粉丝，谢谢你这么优秀让我看到了你，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加油哦，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主播哟。好啦，完了，开心吗？非常开心。你干嘛呀？你别呀、啊！开心开心开心！我们今天要主打开心啊！你们可不能惹我，你们可能不能惹我啊！知道我这个人特别感性，我今天已经很克制很克制自己了。谢谢我们，那我先下麦了。好好的，东坡，好的，嗯，我们东坡感冒了，东坡感冒了，嗯。东坡喝点水啊。一个人在向左向右向前看，其实啊家人们，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十六集，也不是这么多的十六集，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就是觉得谢谢大家喜欢，谢谢大家。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谢谢大家会选择西西，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我会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说，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没有没有，主要是突然就觉得，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么多家人们喜欢，得到大家喜欢，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呢，有中途下车的家人们，也有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谢谢你们。没有离开，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位家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大家能够陪西走到现在。一毛你真的太好了，别这给我挡住。一毛你给我挡住，一毛给我挡住。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好，带上了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带上了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显得。对，咱们乐乐也是咱们第一个女粉，就是
就是说其实我们升级应该是特别开心的事情，只是说我就突然想到大家，就是咱们的第二十四个宇宙之星嘛，因为其实哎不说了你说等会儿又那个感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千言万语感谢，谢谢一首谢谢，一首谢谢，一句谢谢，一句谢谢。嗯，说实在你们知不知道以前当我才直播的时候，我压根没想到我有16级灯牌，从来没想过。当我开播的第一天到后来播了一个月两个月，我就从来没想过我会16级，我觉得16级这个好遥远啊，真的好遥远好遥远啊。然后后来发现到现在我们有24个送了宇宙之星的16级，还有没有送宇宙之星的16级，就是我就觉得你们还在，你们还没有离开，我就觉得很就突然就戳到我的点了。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大哥大姐他们到了16级他们都不会离开，因为我也很正常，其实每一个家人们要离开都很正常，本来这个就是直播行业嘛，就不是所有的他们都能陪伴你到很久很久。因为本来就是没有雪，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不山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没有，等一下，就是没有人应该会陪着你，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应该会陪着你，也没有人有义务陪着你，也没有人有义务的天天都来看你，就是也没有人，就是你们本来，我们本来就不是，本来就是在这人海茫茫当中没有交集的，我们因为直播交集了，然后呢？我们本来也没有血缘关系，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能陪伴真的特别感谢，不管是咱们新来的朋友还是咱们老朋友，对，谢谢你们。对，咱们20级现在也有20级，咱们有粉哥、广哥还有叔，对，我也从来没想过有20级，真的从来没想过。今天刚好说到这了，怎么又开始感性了，真的是难死了。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的绿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对，你们没有一个人有义务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们愿意为了西西，所以说我特别感激，谢谢你们。就有些时候可能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心里面是知道的。盛开吧，我要不两个16得了20真的太难了。可以啊，小猪，咱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跟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还是那句话，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之前没有办这个16级，没有办16级这个仪式感的家人们，我会给大家补上，就是可能不是16级，再哭我睡去了，没哭啦。我知道没有啦。我这不戴了墨镜吗？这不戴
戴了墨镜吗？人家比较感性嘛，我也不想这么感性的，我觉得特别，我在直播间流眼泪特别傻，但是这是激动的眼泪。我知道，就是我会给大家补上的，我会记录一下。小猪，比如说你升小猪，你升十七级的时候，我给你补上。然后之前送了宇宙之心，我没有仪式感的，你们升下一级我补上。你们升下一级我补上。我真的超级感性，你们知不知道我有一个绰号？你知不知道？之前我养了一只狗。然后我把那只狗送出去了，我把那只狗送出去之后，然后我看那个忠犬八公，然后呢，他们到现在都嘲笑我，我的朋友到现在嘲笑我，我哭得撕心裂肺的，天哪，我哭得撕心裂肺的，就是那种，就是狗狗，我把它送出去了，我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呢，整栋楼都听到我在哭，然后他们到现在都笑话我，他说，这栋楼因为你而出名了。就看那个忠犬八公，他们就是我看着看着哭的撕心，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撕心裂肺的，我真的哭的撕心裂肺，就哭了好久好久，都哭抽起来了，我差点没有一口气没哭上来。我特别特别感性，我巨感性，就是稍微刺激到我一点，我就特别感性，特别脆弱，也不叫感性吧，叫脆弱。就是你们看我平时在直播间跟别人玩哈，玩的比较那个啥来着，玩的比较嗨，然后呢做惩罚什么都做，其实我这个人内心特别的脆弱，我这个人内心特别特别特别的脆弱，就跟你们看到我外在觉得，你们看到我外在就是觉得我外在特别的感觉有点，哎呀，他风风火火的，应该比较坚强。其实你们只是看到外边的我坚强，内心可脆弱了，我老脆弱了。强强，强总，你我也希望下一次能给你办这个仪式，好不好？强总，我们艺林哥也是，咱们家现在目前是新朋友的话是艺林哥。一林哥，三四哥的话，我感觉他是谁的小号。然后呢，强总，我也希望咱们就是说，好了，可以把这个取了。嗯，那以后谁娶你，谁敢惹你啊？就是我特别感性，就是有的时候你们看着我嘻嘻哈，比如说上一秒嘻嘻哈哈，下一秒下播了，我就在那哭了。我就上一秒就在这哭了，真的，我不骗你们，就经常你们看我上一秒给你们说拜拜明天见，下一秒我关了播之后我就在那蹲着哭了，我就蹲在这里哭了。谢谢，感谢敏的么么哒，谢谢。你们知不知道我这在排毒？我那个号只陪你，这个号太窄了，准备不住校了。万一哭了哄不好怎么办？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华子解决不了的。没有一个事情是一个华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如果还不够，那就三个。那就使劲往我脸上砸。考了半天。没有，是一毛在问我。是一毛在问我，不是我说的。是一毛在问我啦。讨厌你们。老说我。永远带着光芒，永远追逐夕阳，踏向远方。强哥，你陪阿西，我陪你。美女主播讲的很飞，很幽默。我怎么幽默啦？没有幽默。张开了双手，我也都可以。就
咱们，然后我陪你，一毛哥你陪阿西，我陪你。你们就是说你们这样子吧，咱们就是说你们一天天陪把我们这些大哥陪好了，咱们让他们一来给他们酒水饮料上去，然后呢，他们每天就会来看我了。他们要是哪天没来了，说明你们没有把他陪好，没有人把他陪好。那天愚人节的时候，家人们，那天愚人节的时候，我愚了一下一毛。我说一毛，我到呼市了。他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网上找了照片哈，然后呢，我就愚他，我说正好愚人节那天我没有直播，他来争过去，然后呢？你们猜他信了吗？小孩，一毛哥，今天你没来之前，我感觉榜四怎么都打不过对面，你一来就改变格局了。所以说呢，咱们离不开每一位大哥。今天打榜十，离不开每一位大哥，离开一位大哥都打不了，就是每一位大哥都非常重要。你们在榜十上面，因为榜十，除非一个大哥他十个号。毕竟咱们家没有一个大哥十个号，所以说你们帮忙打榜十的每一位，即便是咱们就是说没有多少票，你们帮忙占榜了，你们都很重要，至少给西西排面了。今天只有八个十六级以上打不了宇宙之心榜十。我真的有个梦想，就是打宇宙之心榜十。我真的有个梦想是打宇宙之星榜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宇宙之星榜十太牛了，之前我们有打过，但是好像没有占十个，没有占全十个。我在生日的时候好像打过，但是没有占全十个。我们家目前送了宇宙之星的有24个，就是升了十六级送了宇宙之星的24个，还加上没有送宇宙之星的，还有就是升了级的。对，那天我生日的时候占了6个宇宙之星，但是还是没有打齐。6月6号，我都送了2个还是3个了。加了没送的一共有27个十六级，对，我们有27个十六级。然后呢现在输那我们二十级也算是十六级哈，20级里面也算是十六级。上了十六级一个人可以打多少个宇宙之，打多少宇宙之星，什么意思啊？上了十六级一个人可以打多少个吗？随便打。就是你只要你有多少可以上多少，现在开始攒钱。巧克力，我生日9月21还早着呢。我想的是这个样子，不是输有个20级的仪式吗？这样子吧，现在是4月份，输的20级在5月份，粉哥的20级在6月份，这样子分开。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月一次，是吧？你们说呢？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五月份又会不会太远了呢？我也想五月份会不会太远了呢？应该不远吧。我18级啷个搞？你18级一样的呀，你18级就是办16级的仪式呀。我们直播间就是办两种仪式，一个是16级的仪式，一个是20级的仪式。如果16级我之前没有办的，我会补。
我会补上去。那些炙热与梦超有意义的浪漫。要是金山哥他没有退就好了。金山哥没有退的话，他带着那个十六级灯牌还可以打宇宙之星榜十呢。帝王套给我安排了没？帝王套，小猪你要帝王套？你先让我给你送帝王套，我都没收过帝王套呢。哎，我真的说实话，我想在退网之前，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退网哈、啊。万一哪天播崩溃了，他就退网了呢。我想在退网之前能够收到，能够打一个，宇宙之星榜十，能够收一个帝王套，我就想要满足这两个心愿，我还想要公主套装，我还想要打一个嘉年华榜十，我能吗？我可以吗？于西来找我了。Hello， 我那会儿刚开播，然后在跳舞来着，没接你。那个时候我想找打榜十的，所以说都隔了好久了，你都隔好久了，大哥。哦，那我就走了，那我回了你的啊，我回了你麦的啊。知道了呢，你的东西我已经收到了啊。那你的东西我也收到了呢。我突然觉得我赚了。那肯定的，我跟你们讲一讲，他给我寄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小袋东西，我给他寄的时候那么大一个箱子，我天，那么大一个箱子，那他跟我打榜，你还给我带上了，哎，还挺适合你的，你别说，我瞅瞅，还有啥？呀，还有，等一下，我这都是些啥道具啊？真的？哦，对不起，你这芭蕉扇。变成到你那儿就变成透明的了，变成镂空的了啊！还有这个，还有个啥？我的孩子也被他拿去了，这死妖怪！你是不是赚大发了？那是当然。哎呀，我觉得我还想要你的礼物呢。嘿，你还有这本事？你也没这。你有这胆量，你也没这本事了。你再说我没有本事，在你连我之前，我们说打宇宙之星榜十。那我没接是对的。我跟你说，现在打个榜一百，你敢不敢？你打榜一百，我这会儿都是快下播的节奏了，我还有八分钟下播，你给我打榜一百，你多稳？我总共就一百，我总共一百来人，我都敢打榜一百，你有什么不敢的？我也榜一百，榜一百我就打过一票，那就够了呀，我两票就足够赢你了呀。你少来，你两票一票的，咱们就是说不能打个其他的吗？榜十，你还有啥道具不？不行。不行不行，你那个东西跟你不对等，榜十这样子。我可以拿贵的给你选。真的吗？你要拿，我直接把那，你看我把，我直接把这个都拿给你看。行，我们打道具的，我看看你有啥，你先拿出来，我看值不值得我打。我这个有点乱，你看不到。你随便拿两样出来。我这个一秒，一毛大哥你好，我看见了，兄弟们回他一下，这大哥一直在那儿，二哥好。好多东西了。兄弟们，回他一下，回他一下，一哥好。还有这一车，就特别给你看不了。你还能推出来？我都推不太出来。我这个是那个啥的，我给你看看，你等等啊，我给你看啊，兄弟们，我第一次。哎，我看这个能不能行，应该可以。来啊，看着啊，我给你瞅一瞅。你不用给我瞅，等会儿我赢了你再给我瞅。我知道你迫不及待想输，哎，你跟我差不多，但是你那个梯子更多，不对，你那个架子在我的仓库里面，我仓库也有两个架子，我还下面还有一个仓库，我也是一部分，我也是，我跟你说，我架子老多了，哎，哦，你的衣服我穿不了，算了，他人呢？还想打衣服了是吗？他人呢？回来了，双击位的那个啥，嗯，哎，
我就想问你，你手上那个镯你打不打？不可能。之前我们家大想啥呢，一天天呢，之前我们家大哥真的就看中你的那个镯了。可以打纯榜石还是什么？你宇宙之心我不跟你打。哎呀，逗你的，你信？你派你们家人过来，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个十六级在，还打宇宙之心榜石？榜石有一点，榜五榜石加总榜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打完两把榜石，主要是。那这样子，可以。可以，我也是，我就是最后一局了，我看最后一局能不能把你给拿捏了。好，防火榜石总榜输了的，咱们这样子，就是五件东西呢，就是我有你没有的那种，我先拿出来，如果你没有，然后你就输了一次，你就得拿一个东西，就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嘛。好，如果有的话就反正就看运气嘛，就可以不拿。好，咱们俩反正都已经是进货主播了，对吧？反正我们是互相进货嘛。你重新连我。要不这样，咱们打个四十级以下的榜石。哎，你少来这些。四十级以上，我看一下，我们家有几个四十级以下？一二三四，行不行？四十级以下榜石，不能老逮着大哥好，是不是？咱得。多这样子，四十五级以下的行不行？不行，我们家就没一个四十五级的，没一个四十五级以上的。四十五级嘛，我同意打这个。那四十五级嘛，啊，帮我保持总榜还是好吗？好，挂了重连还是？现在决定重连，只能这个。好，行，好，那闭麦了啊。你四十级以上，你这个不是五十级吗？你哪四十级以下了？来，家人们，最后一局，今天的最后一局打完咱们就下班了，本来我本来说咱们就是说那个啥的，哦，福袋没有了，糟了。来，我们打完，这是咱们收官之战，榜五榜十总榜。五宝石总榜，咱们收官之战，家们，收官之战，来收官之战，不打，就正常打。下一次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要下播了，我们下一次在中间的时候可以去打三十级啊、四十级啥的。谢谢我们家深深，感谢咱们家深深，谢谢深深。我们家现在榜五榜十，咱们谢错榜十，谢谢我们家依林哥，感谢咱们家依林哥，来榜十差八位，咱们有热气球，直接上热气球，咱们直接上热气球。哦，不要热气球，咱们众筹烟花，烟花获得掌上明珠。烟花或者掌上明珠。咱们家现在众筹烟花或者掌上明珠。我们榜十现在目前差八位。八位，咱们不，咱们有没有烟花，咱们热气球也可以，好不好？没有烟花，这热气球也可以，热气球。差八位。最后八位，咱们等会儿抽。感谢我们家马来西亚，我们家现在还差七位，榜石差七，
谢谢我们家猪猪，感谢咱们家猪猪，谢我们家猪猪的掌上明珠。来，我们家榜十现在差六位，榜十现在差六位，榜十差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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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家强强，感谢咱们家强强，谢谢我们家强强。来，榜十差五位，榜十差五位。我们现在可以有真的爱你的话，咱们用真的爱你，或者烟花，或者掌上明珠占榜，或者是比心兔兔，或者比心兔兔比星都可以，比心兔兔比星都可以。比心兔兔比星都可以，比心兔兔比星都可以，兄弟们。比心兔兔比星，比心兔兔比星，比心兔兔比星，热气球啊，不不不是热气球，烟花，掌上明珠，真的爱你，礼花筒，咱们这些占榜都可以，咱们看能帮忙占什么，咱们帮忙占什么。我们现在还差五位，我们现在差最后五位，差最后五位。谢谢我们家串，感谢咱们家串，谢谢咱们家串串，谢谢我们家串妹妹。我们家现差四位，榜十差四。谢谢我们猪猪，感谢咱们家猪猪的一直陪伴，谢谢我们猪猪，辛苦了，辛苦猪猪。我们现在还差。我们家现在还差几位？我看一下，咱们家最后差三位，差最后差三位。感谢咱们家巧克力，谢谢我们家巧克力，谢谢三四哥，感谢三四哥。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榜十最后一位，恭喜三四哥升三十一级，恭喜三四哥升三十一级。可乐什么时候也来了？可乐你来了，要不帮忙占个榜啊？可乐，要不帮忙来一个烟花，帮忙占个榜。谢谢我们浩色哥的指挥，感谢浩色哥。咱们家现在，咱们家现在看一下，我们家现在榜十站齐了。我总感觉家人们，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去，就是咱们家管理宝宝帮我去，婷宝帮我去看一下。他们家现在一动不动，我也不是一动不动，他们家现在感觉于西。感觉他好像一点都不紧张，我总感觉他们是不是会最后偷，因为我心里有个底。婷宝，婷宝你去，婷宝你帮我去看一下。于西现在感觉一点都不慌，感觉他赢定的感觉呢，而且还在唱歌。我这边打的老火热了，老怕了，他感觉好好轻松啊。你估一下对面榜十多少，我估一下呀，估不了，这会儿他们才占了榜五，这会儿他，我觉得最起码得，最起码得，哎，我不估不了，因为这会儿他们没上榜。哎呀，有加成，有加成，怪叔伯他们没有动，来过加成，过加成，怪叔他们没有动，咱们先过加成，过加成，过加成。郭嘉诚他们，关叔他们没有动，他们应该是要等嘉诚，等嘉诚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欧雷亚，他们应该是要走嘉诚，他们应该是要走嘉诚，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嘉诚，有榜五，对，咱们有榜五，咱们榜五，我们嘉诚的时候一起上，家人们，嘉诚的时候一起上，嘉诚的时候不上的话特别浪费，因为一个保时捷等于两个保时捷，一个飞机等于两个飞机，咱们下播之前打个漂亮一点的，好不好？下播之前打漂亮点，咱们等会儿就下播了。少是520，所以我们至少得是个保时捷啊！不舍得打我就不要打我，废话那么多。加成，我觉得可能这一把咱们要用加成的时候上保时捷，加成的时候上保时捷，加成的时候上保时捷，咱们然后呢，相当于是两个保时捷。对面喊保时捷，咱们加成的时候也上保时捷，咱们加成哦，咱们加成能上那个什么停。
花落长亭，咱们加深说欢迎一花哥，一花哥可以帮忙占个榜十吗？一花哥，花落长亭占榜，花落长亭占榜，来，所有宝子们，花落长亭补上，花落长亭，花落长亭，花落长亭，咱们能花落长亭的，咱们送花落长亭占榜。谢谢宝哥，感谢一鸣哥，谢谢珊珊，感谢我们一毛，快快快，利用现在播，利用现在播。谢谢浩色哥，感谢浩色哥，谢谢猪猪，感谢猪猪。对面榜五一千，对面榜四一千五，对面榜四一千五，对面榜三一千八，咱们榜五打到两千以上，榜五打到两千以上，榜十保时捷，榜十保时捷以上，榜十保时捷以上，榜五两千以上。快利用加成上，利用加成，利用加成，不然等会儿很不划算，很不划算。对面榜十一千多了，对面榜十一千多了，谢谢我们家强强，感谢我们家强强。你们看，他们真的是偷，他们真的是就上来了。他们家现在榜十一千零三十七，他们家榜八，他们家榜七一千五，他们家榜七一千五，他们家榜五一千六百七十四。他们这一局三十秒全部榜十补到一千五以上，榜十补到一千五以上，他们榜七都是一千五百多，榜十补到一千五以上，榜五咱们全体补到，能补三千补三千，能往二千五补往二千五补。我要被拿下春天，总榜能守一起守一守，榜十榜十再顶一顶，榜十再顶一顶，榜十再顶一顶，快快快加满，榜十需要再顶一顶。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榜五两千以上，榜十一千五以上，快！非常之牛的一个庆祝模式，咱们就是说，没想到啊，咱们就是说，谢谢咱们家依林哥，谢谢依林哥，谢谢我们家巧克力，谢谢我们家小猪，谢谢我们家好色哥，谢谢我们家一画哥，谢谢我们家广哥，谢谢我们家一毛，谢谢我们家富尔哥，谢谢我们家欧莱雅，谢谢我们家强强，谢谢我们家天天，谢谢我们家猪猪，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一画哥也来得好巧啊，一画哥真的你来太巧了，正好需要的时候。妈呀！对面的主播，你开麦了吗？开着呢。这个时候呢，我想给你放一首歌曲，你要听一下吗？不需要，你直接给我拿五样，只要我有。啊，就可以少一件，不行、啊、我必须让你听一下这个歌，三二一听。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医药费医药费，大哥给我医药费，大哥给我医药费，我要医药费。冷风不断对面怎么没有声音了，家人们怎么回事啊，对面怎么没有声音了，我怎么卡了呀，你们听得到声音吗？
来，准备好。拿一个。行不行？我去把它骑进来。不行，必须是道具。没有。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好，这个。如何成都是书呀，你这样子找那不可能找得到的，都是书。可以 okay, 它只要是同类型就行。你这样子找那我去对吧，我去拿一本。那我想一下啊。我是容易的一天。指的哪个衣服还是模特？我真有，我跟你讲，我开汉服馆的模特。你等着，你等着。还有什么啥没有的呀？他那个肯定有，我跟你说，他那个肯定有。他有的挺棒，他绝对有那个。是这个放衣服的 ，OK，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呢，哎，一定要是会动的啊！等一下，哎，等一下，哎，等一下，它这个按钮这是啥？按钮呢？等一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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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按钮怎么不见了呀？啥东西？就是这个，它可以动，这个可以动，哎。两个，来第三个啊，第三个。不是已经拿了三件了吗？兄弟们，第四个，是不是已经拿了三件了？第四个，啊，第四个，最后一个了。好，最后一个了吗？来，充气的，充气的，充气的。不倒翁，不倒翁，我有。第几个来？我给他拿了第几个来？第一个是自行车，第二个是人偶，第三个是书。哎，我该拿第几个了呀，家人们？这是第四个吗？这是第四个吗？一共拿五个。不，我跟你说，等会儿拿个东西他绝对没有。哎，都完了呀。哦，都完了呀。哦，好吧。完了吗？第一个是自行车，第二是书，第三个是模特架。哦，帽子。哦，对对对对对。
好吓人啊，我以为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哦。太重了，太重了，转过来，转过来。天哪，你大晚上的给我们看这些，你真的好不？太重了，我实在过不去啊！算你过了，来两个，来两个，回来，过去，回来，太吓人了，你那个太吓人了。我真的以为他那个是真人，他救了我一命。来吧，两个道具，你给我选一下，我选一下。家人们，你们看起他什么了？你们看起他什么东西了？这个溜溜球。我不要溜溜球，我又不是小娃儿，不要。看到他手镯了，你们不要看他手镯了。迪迦超人。不要迪迦奥特曼，我有。我这个会叫。我要那个我没有的东西。这是啥嘛？不要枪，这个可以出泡泡，出泡泡的，它有泡泡的话可以出泡泡。不要，老贵了，还不要，别叫了，不要，我要八十的。我还要啥呀？我也想选贵的。你上次都给我拿过一次，哎，那个格格的可以，格格的这个可以，格格的这个可以，格格这个可以。皇上请安。可以，这个可以哈，一个。好，我能不能要你？我能不能要你那个猪八戒的呀？可以，但那个你自费运费太贵了。运费太贵了，那你给我选一个稍微便宜点的，运费一百八。不要，太贵了，因为它体积大，没办法，体积大。不要，我不要运，不，换一个，我不给运费。这个叫雅 QQ。在钱这方面，我还是挺那个啥的。月租宝盒。不要，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我能用得到的？我平时直播间。绿帽子。不要，你能不能多拿几样来呀？我选一下。我没啥东西了，还有这个。这是啥呀？老奶奶的帽子。嗯，有没有那种金箍棒，可以变大变小的金箍棒？你家能变大变小？没有。再换一下。还有就全是扇子了。哦，这个。哇，这啥呀？你平时跟你们家大哥玩这种啊？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嘛，可以嘛。这两个体积还行。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屏满屏的是手镯？别叫了，你别叫了。他们好喜欢你的手镯呀！你说他们这两样，他们怎么这么喜欢你的手镯呀？你给我，你说你这手镯，让他们给你买一个。你说你这个手镯，他就这么晃啊，他老引起我们注意了，烦死了。那你们就给你们阿西买一个啊，买一个。你啥时候拍卖呀？我们来拍。拍卖啥？拍卖你镯子。哇，哎，你会把你的护身符拍卖吗？哦，他身上都不带点啥的，因为女人要带玉，对身体好。我从小身子不好。真的呀，你看我这里也是，我带的翡翠，这个也是翡翠。我从来没带过玉在身上。那个啥，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那个啥跟我说，就说我得带点玉的，所以我都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哦，嗯，好，那算了，还是留在你身上吧，不喜欢了。确实是，这个是你的护身符，那可不能乱要。嗯，好的，好。于西公子今日被我拿捏得如此之惨，下一次等你再战哦。
不就赢了400来票吗？我根本就没拉票，我跟你讲，下次给你打无声的榜十，我跟你讲，我前面无声的榜十我也一样的拿捏你。嗯，秋秋，行吧，那你退下吧，退下吧，后挂的是小狗狗。感谢你们为我争取了两个道具，我又可以少买两个道具了，谢谢大哥们，谢谢大哥们，感谢我家大哥们，谢谢你们，辛苦辛苦辛苦，祝你们，祝你们，我得祝你们，祝咱们家大哥生意好多，挣钱年年赚的花不完，今年赚明年赚，年年都能赚千万，今年发明年发，劳斯莱斯开回家，开豪车住高楼，年年花钱不用愁，一帆风顺，二龙腾飞做精英，三阳开泰享清享吉祥，四喜临门岁长青，五福临门交旺运，六六大顺走巅峰，七心高照心欢畅，八方来财财路生，九九同心开怀笑呀，十全十美好运增。哎呀大哥们，你们是我的神呐、万事顺心喜临门呀，大哥们大方又生成呐，作家都是迈巴伦呐，大哥们威武又霸气呀，作家还有法拉利呀，感谢大哥们呐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呀。一口气一口气已经把我脑容量已经，好累呀、我好累呀、今天心情不错啊。因为连续打两把榜五榜十总榜都打得特别漂亮，我就好开心啊，好开心，我的开心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人家打春天。我的开心好简单，就是把别人打春天，我的开心是不是很简单，家人们？先是被虐哭，没有啊、对，小猪怎么知道我被别人哦？小猪你在，我真的那瞬间感觉被人家虐惨了。我没有点关注，家人们你点关注啦。来这样子，我给大家发个秒包吧，好不好？因为这会儿咱们新朋友哈，咱们发个秒包吧，我们20万赞发个秒包吧，行不行？我们20万赞给大家发个秒包，好不好？我们就不抽奖了。来，大家注意抢抢秒包，注意抢抢秒包。来，我们3、2、1，抢一抢，抢一抢。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大家发个秒包，给大家发个秒包，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我们今天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就要下播了，谢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今天说了很多，今天说了很多，咱们下播之前就不说了，我怕等会儿又搞得感性了。反正呢，西西呢可能西西可能在线上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善于多话的，但是其实私下我没有那么多话，比较安静，所以说谢谢你们包容我，包容我的不足，谢谢大家。多的咱们就不说了，因为今天说的好多了，我怕等会儿又把咱们直播间搞得气氛凝重了。谢谢你们辛苦了，很开心今天我们在星期一就能把咱们的展馆点亮，还有今天第一个开心是咱们打了春天，第二个开心是咱们展馆能在星期一全部集齐，第三个开心是咱们直播间有一位哥哥升16级，谢谢大家辛苦了。好，我们在隐身的哥哥们可以出来了，我要感谢你们了，你们快隐身的哥哥们出来吧，出来吧，你们出来吧。
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哦、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要我把梦做到最巅峰。医生的哥哥们快出来了，我要感谢，我要下播了。感谢我们家依林公子，依林公子，我今天要给你颁发奖状哦，依林公子。谢谢我们猪猪，谢谢我们粉哥，谢谢我们珊珊，谢谢我们踹，谢谢我们巧克力，谢谢我们一画哥，谢谢我们天天，谢谢马来西亚，谢谢樱花，谢谢老爷，谢谢 Cindy， 谢谢婷宝，谢谢迁就，谢谢成吉思汗，谢谢马马虎虎，谢谢牵引，谢谢 I， 谢谢 U， 谢谢用户，谢谢强总，谢谢云舒，谢谢用户，谢谢用户三六，谢谢影之纯慧，谢谢大家，还谢我们家东坡，东坡没在哈，是东坡没在哈，谢谢咱们家东坡，谢谢我们家一毛，谢谢我们家金山哥，谢谢我们家唐公子，谢谢亚总，谢谢淡雅哥，谢谢书，谢谢三四哥。谢谢马哥，谢谢一画哥，谢谢强强，谢谢米兰哥，谢谢妖气哥，谢谢天天，谢谢曲愿书，谢谢神话哥，谢谢飞雪哥，谢谢问心哥，谢谢骚年哥，谢谢杨天哥，谢谢小熊熊，谢谢随便逛逛，谢谢别动，谢谢喜欢，谢谢永夜哥，谢谢大家。我们就走咯，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没有休息的家们可以休息了，我们就走啦，晚安晚安。怎么不谢谢我呢？谢谢成吉思汗，我谢了吧，应该我应该是谢了吧，成吉思汗我绝对是谢了的，不可能没谢你啊，你在婷宝后面不可能没谢你。谢谢大家辛苦啦，感谢成吉思汗的撩一下，谢谢强强，我看了强强，强强强总我看了，我看了我看了，我刚刚就是看到上面念的，我刚就是看上面念的，下班怎么回去？你下班，你下班是不是走回去？那小老板走路回家。哇，谢谢谢谢粉哥，来粉哥上车，粉哥上车，来粉哥你坐，来坐坐坐坐坐，嘣关车，哔哔哔哔哔，大家走了，拜拜晚安，我坐着粉哥车走了。Woo!